你看这个是当时2022年是吧？然后这现在明显长大了，那就2年时间长大了。然后呢，他之前最早是磨玻璃结节是吧？嗯，你就没及时处理，他就一个不停的在长，主要是可能考虑他年龄大。现在不单是肺功能有问题啊，现在不是肺功能的，他肺功能还行。看起来还行，还能耐受手术，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发展，这个瘤又长了这么大，3.5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74岁，我看了一下 PET CT 是 PET CT 有没有转移，考虑还是没转移，对，但小淋巴结问题也不大，全身没转移，对，所以还有机会做手术，跨叶生长的这个肿瘤，就是上叶和下叶交界的地方，这个要切肺叶，对它会功能影响比较大的，能耐受手术，对，就尽量做，如果忍受不了手术就做其他的了。